小凯，你口罩有点大，脸太小了。小凯，你口罩有点小了。别急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 任何人限制让你随心所欲做一件你认为很疯狂的事，你会做什么？哎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再回答。什么？那个太疯狂了，那个。我觉得很疯狂的是，就是。 都已经上来了，这么多，我们刚刚第一天，第一个跳起来抓住了一个飞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来到，哦，今天我们刚刚看到 OPPO 非常大方，送了那么多礼物给。
这个粉丝，而且 OPPO 今天也特别好热，要不要脱一下？来，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这个衣服收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后面的耳机线小心啊，耳机线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听不懂啊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开始玩游戏了。那我们讲说小凯十七岁的生日啊，其实有很多很多人要感谢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小凯的爸爸和妈妈今天也来了。所以要问问小凯，现在这过去这一年工作那么忙，其实什么鬼？你们以为小凯戴着耳返就听不见你们喊的什么吗？你们喊的婆婆我听见了。为什么要说出来？哎呀，我爸爸本来一脸严肃，他也笑了一下。所以我们哎呀，别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，安静，待会儿每个人都带简历的嘛，简历递一下啊。